Hello，大家好，我是平民百姓。现在为大家示范的是这个我们这次的讨伐战。相信大家在尾王收尾的时候，一定产生很大的问题，就是无法出计哈。现在我用一个示范，好，示范一个稳定，好稳定通关呐、啊，不是稳定继续啊。我知道稳有分两种哈，稳定通关的队伍，好，保证稳，保证稳，哦，除非啦，除非你有比我更稳的，好不好？稳定通关。哦，知道我最擅长的嘛，大圣嘛，哈、哦，稳定通关来，我们看看有多稳。哦，通关什么通关？通尾关呐、啊，从头通到尾啊、哦，不是，是通尾关，收尾的、啊，收尾的、啊。注意看到，四个成员CD减少四哈、哦，延长扶持三秒，没什么用哈、哦。首先第一个，我们就是把那个按住有没有、哦，做一个一 combo。哦，不管是极限还是挑战都一样，都做一 combo。哦，因为你 combo 数按住 combo 数越多的话，他打你就越多下哦。快死的话就转那个园艺金哦，就这样而已，没有什么。哦，如果有比我更稳哦，有比我更稳的队伍，请各位可以提出来哦，我也想要参考一下，哎，希望大家乐于分享哦。哦，按住记得哦，消一 combo 就好。哦，不管是挑战还是那个极限都一样。哦，保证稳。哦，稳，不是稳死的稳啊。哦，这个多做一 combo 无所谓了，反正哦，因为我挑的是二战零的哦，所以基本上它是有 CD 的哈、哦。一 combo 哦，有危险的话，那个原金可以先开哦，因为我们还是要等那个李逍遥跳起来。好，绝对稳，绝对稳了啊，稳鬼稳鬼啊！而且我可以很悠哉的转租哦，这是关键哦。好，那李逍遥，因为刚刚他应该是没有跳，所以他 CD 超级长的。好、哦，来，看到没有？看到没有？看到什么？我龙科是没有装备的哦，请注意哦，所有扶持间距哦。哦，这时候绝对不会有暗珠，所以艾德可以开下去。这个队伍特性在哪边呢？就是我用这个那个辉煌骑士哈、哦，这个游侠网哈、哦，做了一个全部扶持兼属的一个功能。哦，全部扶持兼属，而所以这张卡你只要哎，其实也可以用八凤来代替啦。哦，兼属，但是你暗珠还是要把它转掉哈、哦。好，来开李逍遥，注意看啦。我们看一下我们的倍率到多少哈？我是没带龙科的哦，不是我耍帅，对，绝对不会说承认是我忘记的这件事情。看到啊、哦，开单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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欧啦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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 ，K， 哦，2188万4378，有没有够七八？有没有够七八？好，以上是这个收尾的队伍的一个示范，谢谢大家观赏，好，不用再担心收不了尾了，好，谢谢各位，拜拜。啊，如果更好队伍可以提供给我，我不会介意的，好。